尹暑期公差啲被强奸，台湾15岁女生凶手到打退色狼。好多学生都尹暑期公，高雄有个中三女生应征做 model， 识咗32岁嘅潘威渊，4月13号约咗喺捷运站见，然后去汽车旅馆面试。入房之后，潘威渊叫个女仔瞓喺沙发，用热毛巾敷面，扮打电话约人，其实系拎同温绳、瑞士刀同胶纸。佢想绑起个女仔，女仔就使出空手道。半个钟之后，个男人叫女仔唔准报警，男人俾咗290蚊港币，然后就走人。个女生讲俾老师听，学校就通知家长报警。警方拉了潘威渊，地检署以妨害性自主罪起诉他。